划时代少年团刘耀文，又是一个宝藏男孩呀。他说你可以一直相信刘耀文的。刀子们，口号该喊起来了。等等等等，不要光喊口号，行动也要跟上。今天的教程也超简单的，赶紧画起来呀。不会画的不要紧，艾特你的宝贝闺蜜给你画，你看吗？就是一堆歪歪扭扭的线，把它们胡乱组合到一起，头发就画好了。很简单吧，一个C是耳朵，把头发和脸连起来，再画两个圆球球，球球画不圆就点屏幕一下，立马就变得超级圆了。画一圈尖尖的波浪线，一朵小花不就出来了吗？嘴巴也是一条波浪线，下面点个点，嘴唇就出来了，身体就更简单了，就照着他的衣服随便画画就好了。比如今天画的是他穿一个衬衣，里面一个白色内搭，几条线就搞定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他还戴着个帽子呢，可别忘了虚线一加，画面看着会更加丰富。实用小技巧，拿出小本本记上哈，接下来就涂上你喜欢的颜色就好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刘耀文最喜欢什么颜色呢？这个问题对铁粉儿来说太简单了，看成图吧。学会了吗？